为什么？你把荧幕往下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在哪里呀、啊？荧幕往下它就不会 see 了。哦，好。小雨，看天跟你说，为什么把我不关起来？哎、欸，你们，因为现在刚好一个小时，你要不要待会直接换那个新的？可以啊。小鱼，就等抓到爱心鱼。爱心鱼，爱心鱼，他现在是爱心鱼吗？他是啊，爱心鱼，哇，好坏哟、哦，你好坏哟、哦，走，哎，小鱼，我想说没有人了，快快快，要去哪？继续待到底啊！你们要再最后一次吗？好啊，最后一次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墙壁啊！好啊，墙壁啊！墙壁来围城啊！我们来墙壁啊！哎，是我觉得我要来不及了，其实有点像苦力怕哎、欸，我要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来不及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实在有够，你那边实在是不行啊！寻找墙破绽墙壁，这个太明显了啦，不行啦，这里我换地方吗？好，你换地方。这个旁边是谁啊？也不行啊，真不行。我想慢慢绕路、欸。等一下啦！等一下，扩大搜索，扩大搜索。嗯，旁边那是谁啊？没对齐啦！哎呦，谁？谁？三个人一人找一边。哎呦，谁呀、啊？是谁？不要！就是你，别、yeah! ！还没接呢，人家旁边的有一个，真的，墙壁跑，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墙壁，墙壁洗太厚了吧？超久的了，打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墙壁，墙壁，还有呢？墙壁不见了！哇塞，好贵哦！不是我。冲出你的同伙在哪？不是，冲出你的同伙在哪？我原来是团团啊，因为我记得刚刚那里是一个。那边我就说很明显，你真的要躲这里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气躲的地方很猛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赞了。凡心这边找到会觉得有点突兀，就是了。不是，我刚刚口渴。哦、oh, ，反正这个也不错啊。口渴。哦，我看到一个墙壁在动。上面。上面。我哈基这个就还不错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还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喝一下水嘛。太烦心了，我剩哈基啦。我剩哈基了。加油！一抬头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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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你的纹路没有对到啊。Oh.他的纹路确实没对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抓去，让我抓去，下来，下来了，他下来了。没有，臭小妹，自己要直接杀，直接杀。白痴、欸啊，我们换那个，应该够十分钟可以解精华了。各种墙壁，这个模式就是它有一点点像是那个《黎明死线》那种类型的，嗯，就是有一个杀手，然后呢，其他都幸存者，然后幸存者要做三个步骤，就是找到油桶，然后开启油桶发电机，开启发电机，然后找到收音机。叫警察，然后等待警察来之后呢，其中一个出口会有警察，你要跑出去就赢了。那前面三个步骤有需要顺序吗？还是都可以？一定要按照我刚刚说的顺序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些动作只要其中一个求生者做到就可以了。嗯，我跟他团队，他是共通的，他随机的，他随机，他随机，他随机的。然后呢，杀手就很简单，就是把所有人杀掉就好了。嗯。对，好，那个杀手有一个武器很棒，嗯、可是他是随机的，再来就是他出口是随机的，对，他可能会有两到三个出口这样子，嗯，所以每一场都不一定会是同一个出口会有警察这样，嗯，好，音效开小一点，对，
音效开小一点，音效开小一点。鬼要抓到人的时候先讲一下。对啊，其实这比较像十三号星期五啦。对对对，十三号星期五没有错。我把它调超小声，我要调小声一点。可以加了吗？可以加了，可以加了，可以加了。对，那你知道这个月的十三号是星期六？是星期六，没有是星期六。太快了，我刚刚好多在看。哦，然后每个求生者都有职业啦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职业是听说有不同能力，但是我其实实际测试几次都觉得还好。啊！我昨天真的哇，好复杂场景。他既是杀手 ，Jerry Can， 对，他手上拿的那个东西是哪一个？大声点出来。12月5号。哦哦哦，哎呦，这么刚好。因为他有两个。然后人按续不得可以跑，人按续不得可以跑，但是人会有耐久值，鬼没有这样。哦，所以你跑起来的话会有脚印。Jerry Can 就是油桶，就是油桶，红色的油桶。对，红色，这些都跟红色头有关。红色的油桶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音效。哦，然后等一下，等大家。啊，巧克力直接死了，因为他碰到他，我拿手电筒照他。哦。你觉得那鬼很暗，我要抵制他的斧头。啊，我们那个人哦，上面不是有个倒数？那个倒数结束，我们都还没做到的话，做到任务的话就输了，这样。所以其实颇难，因为人要赢蛮难的。嗯，对，要够多的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你杀手视角还不叫恐怖欸，不是杀手的视角有不恐怖的啦。好黑哦，找不到啊。我想丢他伽马子在哪里。你们欸，我找到收音机，但没有找到油桶啊。哎，欸，不对，这是油桶吗？对，看一下。对，欸，对，那是油桶欸。油桶是在房子里面吗？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。原来是油桶，不是 mail box。哦，那个 哦，你是想成油箱是不是？油桶油桶，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发电机倒入油，所以我们需要找油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找发电机。发电机长什么样子啊？发电机它长得像一个机器，橘橘的，橘橘黄黄的，那个 LCD2 的那个，有点像。哦，在哪里？其实时间变长了。对对对，每解完一个任务时间会变长。对，哦，好恐怖哦。哎，欸，这超阴森的，为什么不能切到他的旁边吗？好想看，没办法，怕你爆位。他，啊，一定是在 马路旁边吗？还是说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哪个东西在马路旁边？汽油啦，发电机啦。哦，汽油好像是不一定，但发电机好像是大概就是，欸，发电机也不一样的位置，欸，也随机了，随机了，对对，所以发电机也会动，欸，我们昨天本来发电机位置都是固定的，欸，我们昨天有测试一下，所以它那些东西都是随机会跑位置，对，三场这个地图好难哦，太恐怖了。所以你们其他人有没有找到像发电机的东西啊？只是你一个，前面是我一个，前面哦，对哦，现在只有三个人，是他吗？不是啊，不是那哈基，你是不是也迷路？你刚才把我杀了好了。哎，哈基，江建欢，你看我手上拿手电筒打你，哇，红色斧头耶，好可爱的，对啊，砍在我身上吧，怎么砍那么久啊？哇，这叫什么？杀得到了，一定杀得到了，真的一定杀得到了，杀不完而已啦，因为没有他都玩躲猫猫。没有啦，他这个杀手太犯规了啦，他看脚印躲不了啊。哦，杀手可以看脚印啊？没有，他脚脚印上有绿绿的，我刚没注意看，说实在。因为他刚刚看到都是正面而来的，对，哎呦，迎面而来的啊，人变多要找多一点油桶哎，欸，哇，哦，我怎么又是这一只啊？我是橄榄球哎，欸，我是汉堡啊，我是汉堡，啊，我又是荧光绿那一只啊，我画面好亮啊，我好像可以被挨打比较多次哦。等一下，我要调一下荧幕啊。你一开始一开始就有那个啦。我说可以看，应该不是视角，我技能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哎，欸，警官，我在你后面，好可怕哦！这是谁啊？女警，哎，
我很漂亮。我们要找三个油桶。等一下，你拿手电筒敲我。杰克都不讲话，杰克。杰克凶手恐怖哎、欸！杰克，你讲一下好不好。棒棒棒棒！棒棒棒棒！不要啊！这是谁啊？棒棒棒！哦，这是谁啊？这音量音效会很大哦，要小心！音效会很大，要小心哦。你很烦耶！我觉得很不优啊。可是我一直在砍你，为什么没有倒？要两下，要两下，要两下，至少要两下。是不会痛了，可是喷血。等一下，下面是一个，他这一个倒了怎么办？他是死了吗？死了，就是死了啊！没有没有，你只要把他尸体拖到那个房梁挂钩上面去，挂在那个钩子上。我们要去，然后我们要去救他。时间有变长哎、欸。嗯，因为要找比较多东西吧。对啊，你看到油桶吗？室内室外都可能有啦。对，哎呦。想去码头，长发飘逸。我想去找美心，很漂亮。我想要看我自己。我找到第一个油桶，你是有口红的那个、啊。对啊。哦，那超辣，干嘛？哇，你手好快哦！这个是谁啊？哈？干怎么听起来感觉很恐怖啊？谁啊？美女啊！这没是你。哎、欸，姐、欸。欸可怕哦！你手好快哦！两个了、那個、哇！厕所收完了，厕所没东西。啊、哦，好。然后杰克在厕所，捡了一眼。哎，你在厕所里面待久一点。上一个厕所了。有了，我们现在要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。我刚找到了，我刚找到了。你启动它，哪里啊？有了，启动。等一下，杰克，啊，我启动了，我启动了，交给你们，导收音机，你卡住了，你干嘛打我？我炸死你，我炸死你！我没有少一个伙伴，嗯，好像有脚一滩人嘞，好可怕！哎，香水反省刚在哪里？你的右前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。那我现在在看团团视角啊。白痴啊！前面，团团，给团团看一下啦，你真的是。收音机就在前面。你都不给人家体验呢、欸。好。你上次杀手也这样。收音机呀。哇，哎，巧克力大正妹啊。我想看我自己。哇，等一下，阿纪，巧克力收音机好像就是口红。阿纪，你在吃槟榔、巧克力收音机在外面。你的嘴巴怎么槟榔好不好？这是翻过。不是，这边是网球啊，讲出来。网球场，你又不知道在哪里。不要哦。你昨天又没有测试，你又不知道在哪里。只有我跟。没有啊，我现在认路啊，现在认得出来啊，至少是篮球场哎、欸。我都还没有认到路就死了。收音机在萤火旁边啊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哈，哈记，对，左前方，对，前面那个，赶快启动那个盒子，你看我死在这里啊，开下去，啊、快走，然后躲起来，要躲，不要跑，你有脚印，对。要等1分半，你要等1分半，好才有胆啊！只是说好像不是随便哦。不一哎、欸，他有讲啊，因为我没有看到。他等下会指引我们路吗？他等下不会，他时间到之后会出现那个。对啊！啊你跑不赢他啦！跑不赢他！哇，你拖了1分多钟哎、欸！哇，你拖好久了！哎，真没剩你了哦！你好强哦！你好猛，你拖好多时间哦！然后这边是厕所，你有兴趣的话，赶快离开这边。杰克知道厕所在哪里。对。可是我剩15秒哎、欸！没有，这是。救难的倒数而已，对到，因为我们如果时间内没有逃成功，还是算杀手赢。嗯哦。然后巧克力，你会很明显看到那个警车一红一蓝的亮光。好，你可以找了。那他会看到吗？他也会看得到。我看到了，哎呦，
是吗？对，前面哈基，对不对？对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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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！先不要冲吧，体力没体力，没体力的，没体力，没体力哦。那你先，你要不要蹲着走？哦，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快出去，快出去，我是赢了！看到赢的场面哎，终于看到哎，看到美女就会有选美女，我们为美女牺牲了，真的，一堆工具人，要巧克力活下来了，就叫你要选美女啊，一堆工具人。我刚刚在尖叫的时候，我是人整个人。